嘿嘿，又嚟啦！神屋垃圾嘿声文，今日要同时间竞赛，而家系10月20日晚头 7:49，又要赶一次9:30上片，仲希望我一出到4K 就应该唔得噶。我拍完就要剪咧，剪完就要 ran 完 up 上去，出就出到嘅。我谂9:30有冇4K 就睇做法啦嘛。好快，今次开咩呢？芭蕉上身。九巴 NFT 實體巴士，我條題應該會咁寫嘅，實體巴士喺呢度，啊，陣間開俾你睇。咁唔實體嘅巴士咩 NFT 咧，我執定埋出嚟俾你睇噶。啊，呢個啦 NFT 啦，簡單嚟講就係一個藝術嘅作品啦。呢啲我會買嘅，我嗰陣時買係幾多錢咧？好似300多蚊。咁你話如果300多蚊，淨係買呢幅圖畫？嗱，佢有兩款啦，有 3D 同 AR 啦嚇。呢個純粹300多蚊，除咗買呢個藝術作品之外咧，呢個啦 3D 啦，有 AR 嘅，我開埋 AR 俾你睇，唔知睇唔睇到。咁我貪佢咩咧？貪佢仲有呢架實體巴士。如果冇呢架實體巴士咧，我梗係唔會買啦，淨係買呢張嘢，梗係唔會買啦。呢個叫做 AR 咯，我唔知點樣整到佢俾你睇到，咁喐嚟喐去咯啦。咁我都係睇翻個 3D 模型啊，即係如果淨係單純啲價咧，我唔會買噶啦。咁好似300多，我唔記得啦。佢因為買第一批呢個九巴出嘅 NFT 咧，官方出呢個咧，佢就會所謂附送呢架咁嘅巴士咯。咁我先買咯。咁我買1號嘅，去尖沙咀巴士。咁佢現在呢一刻咧，2022年10月20日，佢好似出咗第二代，佢係唔同顏色巴士車身嗰啲 NFT， 但係好似。這個第一批嘛，好像沒有這個送的，所以我不會想的了。如果有300多元只買一幅這些 NFT， 但又什麼都沒有，那不值得，孤寒嘛，我所以有這個先。現在新的批應該就沒有這個實體巴士送的，我估啊，我立過好像沒有，你自己 update 一下資訊一下，基本上 NFT 就是將這些東西。好，查查林就不開這個住，輕輕講下，雖然說趕，我就本身就當然不是芭蕉啦，如果鐵路迷、巴士迷，我應該是鐵膠來的。如果再放大一點就是垃圾膠啦，再放大一點就是黏土膠啦，再放大就應該是這個叫做那個什麼 Fair Lady 膠、Topica 膠。咁巴士嗰啲我唔係話唔中意就唔會好熱愛嘅，因為咩咧？你一入坑好麻煩嘅，所以巴士尤其九巴又好，中巴咩巴都，我擁有嘅嘢咧，暫時我最快攞到出嚟係呢三樣嘅啫。這個 Tomica 嘅，咁佢之前出嘅，我唔記得佢一齊出啦，定還是一套定咩噶啦？咁一架巴士咯，你睇真啲，深水清啲，你都知道呢架巴士又係嗰個最典型幾廿出咗幾廿年嗰個款，不過係個車款。不過佢啲花紋唔同啊，變咗九巴咁樣，仲有張卡嘅，係啦，我記得有張卡咁樣，Topica 啊嘛，唔買啦，卡一 number 拉京貴咁啊。咁除咗呢個咧，就係呢個人哋送俾我嘅，因為佢知道我中意啲 Q 版嘢。咁 Q 版呢啲九巴巴士咧，我有一刻諗過買嘅，但我連第一架都冇勇氣去買啦。你知啊，如果我買得第一架，你估有冇第二架？跟住有冇第三架？入坑就大鑊啦，係嘛？即係你如果買唔同款啦，我唔係好知佢啲咩品牌啊，咩成嗰啲芭蕉你噏得出啦。即係就算買個顏色啊，有金色啦、紅色啦、白色啦，跟住好似仲有冇啲復古嗰啲，我齋講 Q 版咋，唔係講呢啲唔係 Q 版嘅巴士啊。已經不知道有幾多款，跟住如果仲有買埋路線咧，好似呢個108咁，可能佢又會有111啊、2號啊、1號 A 啊、6號啊咁。好無限深淵啊！呢個坑，所以我唔敢去買第一架咯。我買嘅就係呢兩架咯，因為 Tomica 啊嘛。呢啲我冇去買，人哋送俾我。呢Q 版巴士啊，呢個拖車咁樣。好嚟啊！如果我最中意咧，我上埋張圖俾你睇啊。最想買其實係買咩咧？我而家上圖俾你，我啲衰咗，叫豪華巴士。我淨係知道叫豪華巴士啦，可能你會叫機場巴士咩？啡色呢架，幾廿年前嗰架。我搭過一次啊，細個窮啊嘛，儲埋好多零用錢，好耐零用錢先可以搭一轉啦。有冷氣嘅，我搭嗰個88號 K 去河東流嘅。咁搭過一次就我發覺就豪華巴士啊，有冷氣，幾廿年前啦，講緊唔係而家嗰啲啊。有冷氣，哇！啲冷氣唔夠涼啊，
仲衰過冇冷氣咯，因為佢啲窗關曬又焗，個冷氣又開得唔大啊，體驗唔係好好嘅。不過叫做搭一次啦。咁好想擁有嗰架豪華巴士，而家上圖嘅呢個啡色呢架嘅模型咯，最好係88號 K 啦，係嘛？我唔係未見過，我見過一次嘅幾年前，因為有個朋友喺 Tiny 嗰度做，咁我落佢間 shop 度睇，一架擺喺度 display， 我唔知佢1:43嘅，好似咁上下啦，千幾蚊嘅。一嚟又唔捨得買啦，二嚟又大價壓訂啦，三嚟佢係而家你自己想睇到個豪華巴士，但係佢多條紅色線喺個車身中間，我唔中意，因為佢寫住紅色線寫住機場巴士，因為我嘅回憶只係88號 K 啊嘛，如果唔係88號 K 嘅豪華巴士，就可能係208啊定206啊廣播道嗰架啦。總之啡色呢只豪華巴士，我嘅回憶係唔包括呢個機場巴士，同埋我覺得紅色嗰條線好肉酸，所以結果都係冇買嘅，冇買嘅。如果當時我見到嗰架千幾蚊1:40嗰架豪華巴士係冇紅色嗰條線咧，可能我買佢車身嗰個拉花機場巴士，可能我買咗。當然，如果你真係巴交咧，話俾你啊，呢豪華巴士有嘅，有啲平啲嘅，200-300嘅啫，咁你買，咁你可以輕輕話俾我聽嘅。我即係如果結局我係要再去買關乎巴交嘅嘢，就係嗰架豪華巴士咯。好嚟呢架實體巴士咧。你買完頭先個 NFT 咧，佢好似喺個 Discord 度有所謂佢會問你啲買咗嗰啲，問你啲人嘅意見，要出咩顏色啊、咩款式、咩路線，我有俾個意見嘅，佢好似五樣俾你揀啦，咩深深啊、剔剔啊、少少啊嗰啲啦，俾個公仔話揀咩啦，我有揀到嘅，但我揀完我唔記得要揀咩啦，最尾佢就出咗呢架咯，員工接送車個車身嘅顏色就係咁樣啦，佢之前有咩選項揀我唔知啊，咁我覺得總係一種互動咯，一種 marketing 咯，當然你話誒會唔會一早已經草擬好釐定曬係呢個款式嘅，唔好理啦。咁佢有個同你互動，有個遊戲俾你玩話，你大家希望嗰個巴士咩路線咧，咩顏色都好過冇啊。即係話你300多蚊啊，使得抵咯。除咗買個 NFT 啦，仲有呢個實體巴士，仲有中間嗰個過程就係、是、好。大家中意咩色咧？其實我中意佢個九巴仔，我成日覺得呢隻好膠。佢仲有其他 friend 噶嘛？你坐，你聽日走去坐巴士，你紅色凳嗰啲去睇下，你留心睇下嗰啲monogram 嗰啲印喺上面噶，唔係淨係佢噶，仲有幾個 friend。哇！我真係未開嘅。咁啊，邊個出噶 ？Made in China 80号 M 啊，80号 M 我知係一間賣喺朗豪坊啊嘛，係嘛？第二度有冇我唔知。賣我買過啦，去朗豪坊買嗰個前箱啊嘛，紅色嗰個入錢嗰、那個。原來我都買，係九巴其他我仲有買嗰個入錢嗰個前硬。喺里边唔知有几多钱咧，我得闲就入100蚊落去噶。而家有冇千几蚊喺里边？攞晒里边嗰千几蚊嚟买 Q 版巴士。呢啲巴交实施啦，丹尼士唔系，应该叫丹尼士啊。欧盟第六代环保巴士12.8米，呢个系1:70几系嘛？唔系1:64噶，1:70，点解冇写嘅？啊，唔係有啊，1:120啊，原來係1:120。咁開邊邊啊？開車頭啊，你開車頭，咪整爛個盒啊！好似好矜貴啊嘛，你要買嗰個 NFT， 佢聲稱話第一批買個 NFT 嗰啲人先有得送啊嘛。之後我當然唔希望佢會再出嚟送俾其他嗰啲人啦。但係當我諗佢做得一次，就應該會有第二次嘅。咁如果真係冇第二次咁好啦，咁呢架應該好值租喎。我唔知佢出咗幾多價啦。佢冇寫限量版係咪先？噔噔噔噔，咦幾好啊！一個膠殼拎開佢，跟住仲有一層蠟紙，有佢你仲有一層蠟紙咁包住。咦？比我想象中聚手喎，我仲以為輕飄飄喎啲玩具，但我想知佢邊個出嘅？80M Creative Model Company Limited， 我想是 80M 自己出，即是 80M 會出埋一架巴士咁勁嘅咧，我真係唔識啊！我就知道嗰間鋪頭賣好多巴士啦。佢底盤又冇寫邊個做啊？精唔精緻咧？睇下先認得。呢度佢呢個一塊咁貼上去咧，呢度有少少甩咗色，呢度唔正啦，呢度。我唔係吹毛求疵嘅啫，睇下佢呢度好似甩咗色，得意啊嗱，有呢個舊巴仔，會唔會真係有呢架巴士喺街行噶？有你話我喺巴交一秒搭得出噶喎，幾得意喎呢個！如果喺街見到呢架，一定真係同佢合照咯。員工接送車呢架，員工接送有埋嗰個倒後鏡啦，
都精美的，不能以用多少錢去形容，因為我是三百多元買，實質是用三百咦他好笑，有什麼原因我是背脊的，實質我是以三百多元去買那個 NFT， 而它是所謂附送這輛車嘛。我又不知道這輛車如果我去買值多少，如果用玩 Tomica 的角色不會有避震，那個心態挺順的，如果齋俾我去買無價的，因為你計埋嗰個 NFT 嗰樣嘢，如果真係當佢淨係出呢一批嘅話，佢係一個無價嘅，我俾唔到個價錢嘅。如果佢唔再出嘅，都有得炒啊嘛，有得炒唔緊要，我唔會放嘅。OK 啊，咁你買呢架千年款，但係拉花咗九巴，所以紀念巴張卡都90元我都買啦，好似。係咯，108加埋呢個公仔128啦。如果佢有得賣128，我會買咯。我當然唔希望佢有得賣啦，直租啫。同埋實質佢出咗幾多價㗎呢架，真係唔知道。OK 嘅嚇，128我會買咯嚇。不錯，你會唔會再出第二架？我懷疑佢會再出，即係意思，我意思當佢呢架，當有1000個人買咗呢個 NFT， 佢就出1000架啦，唔好再出第1001架啦。你再出可以出第二款，出啲黃色啊、綠色啊、紅色啊，唔同個公仔唔係咁嘅款 ，OK 啲。如果唔係呢架就唔值租啦，叫推啊佢。而家閂門開門冇。而家開門閂門淨係會有咩聲咧？基本上架巴士先埋站，跟住咧就會架巴士會沉低降低咗，唔知佢拉咗個手掣定咩，少少聲啦，冇聲嘅基本上沉低咗，跟住你會聽到砰一聲，跟住個司機行咗出嗰個駕駛艙，跟住就會行落去呢個門落邊。由呢個門行出嚟，跟住就會啪一聲，佢放低嗰塊板啊嘛。因為有啲坐輪椅嗰啲人士可能搭巴士，你搭巴士會聽到嘅聲就係呢啲啦，基本上冇以前嗰種，或者再舊啲嗰啲冇冷氣嗰啲開到咪轟轟咧，或者再舊啲嗰啲搭巴士有個前箱入錢嗰啲咧，有啲司機係有音樂感噶嘛，佢會喺度，即係你入錢嗰啲巴士嗰啲車廂啊，入落去佢就撳一個掣，跟住啲錢嗰個嘢咧，嗰個前箱嗰塊嘢就向後褪啲錢跌落，有啲有音樂感嘅司機佢會。越講越多話舊嗰啲巴士，仲有唔係綠色嗰啲，唔知係咪玻璃纖維嗰陣，後期綠色之後後期嗰啲凳，硬角角後期嗰啲凳咧，啡色一個軟淋淋噶嘛，海綿裏邊海綿，點解知咧？因為有時啲人戒爛咗咧，靚仔曳啊，戒爛咗張凳海綿，外邊有一層啡色嘅皮包住嘅，唔知膠定係唔會係真皮咧膠嘅，咁嗰啲咧有咩咧冇冷氣噶嘛，通常細個仲會著短褲啊，大個我唔中意著短褲啦，咁啊坐嗰啲巴士熱啦啦嘅時候咧，你會通常見到咧唔係淨係我啊，好多人都著短褲，你會見到坐起身之後咧熱啦啦。有兩條印在個凳度，兩個當呢兩條腿啦，著短褲啦，呢度咁啦，咪坐落去啦，坐落去啦，咁起身呢度啡色嗰啲皮啦，跟住你見到兩條有反光啲汗啦，大髀後面出啲汗印咗落嗰個啡色個凳度，呢個都係一個坐冇冷氣巴士嘅回憶啊！咁你坐唔坐落去啊？都要坐噶啦。咁如果我本身又係著短褲，咪即係我嗰條著短褲嘅大髀印落去上一手嗰條友嘅大髀啲汗。要剪片啊，係咁啦，唔講啦，下次開咩？下次先算係咁。